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谈到了现代人不能不多疑，但是过分的多疑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，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除疑这种根性，可是又不至于让自己受骗上当呢？我们要恭请师父来为我们开示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现在这个社会复杂多变哈，所以人必须要谨慎的去应变，可是谨慎应变呢又不能过分多疑啊，因为过分多疑是不是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烦恼呢？我有一个信徒啊，他相信他自己的命不好，但是呢他又相信呢这个紫微斗数啊，他每天出门一定要用紫微斗数来算一算，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呢再用紫微斗数算一算，这样子啊他这个疑神疑鬼啊，每天要出去的时候坐计程车，就是红色的黄色的他都要计划一下，这不得了，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生活方式了。因为自己一点安全感也没有，自己呢就是怀疑所有的一切，吃饭的时候他要带一个什么东西啊，带一个银的银针，吃饭的时候把这个银针呢插在饭碗里面擦一擦，看一看这个饭碗里头有没有毒，吃菜的时候呢再用一样个什么东西来量一量，用磁场的量一量是不是对他有这个有妨碍。一个人生活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啊，是非常痛苦了，非常的这个没有安全感了。那我后来跟他讲，我说我天天出门，我天天见人，我天天没有事。我说你天天这个样子啊，你天天有事对不对？他说是啊，说这个世界很可怕，对吗？还有一个人，这也很好玩，他每天呢就做生意的时候啊，这个有现金交易，他不敢用自己的手去摸钞票。他人家给他的钱的时候啊，他用一只纸袋子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放在我袋子里头，你放我袋子里头。”这个钞票放在袋子里边呢，这个就很不可靠，究竟是放了多少钱，放了几张，弄不清楚。为什么这样子做呢？他说啊，现在钞票上啊都有什么艾滋病的这个什么病毒咯，又有什么流行性的什么病毒咯，细菌咯，各种各样的病毒都有。他说现在钞票是最脏的。哎，我说我天天摸到钞票我没有事的。他说师傅你的手大概是有防毒的。我说没这回事啊，你不要担心到这个程度嘛，你每天洗洗手都就可以了，不要弄到这个程度。后来这一个人呢就是死掉了，死得很快。为什么呢？死得很快，他也不是中毒死的，他就小心小心，怕死他就死掉了。越担心反而担心死了的。他是怀疑啊，任何东西对他来讲啊都会伤害他，都会让他这个生命有危险，所以这样子的时候这个还能够生活吗？疑虑过多可能他的心负荷不了了，每天他这个生活是在恐惧之中。那我呢要跟大家讲了，你先有一个正确的呀生活方向，生活方式，正确的处人的态度，然后你就不需要再来怀疑了。因为老是在怀疑的时候，这个人不能活了的，这个世界就变成了是个地狱一样的。是，本来就是很好的一个环境，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这处处都是地雷，处处都是毒，那你这还能活得下去吗？是。那师父有没有什么一个好的办法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去疑？相信啊，这个信能够除疑。相信什么？相信因果，相信因缘，这两个。相信因果呢
就是说不应该领导你倒霉呀、啊、你不会倒霉的、你不必担心，要相信因果，这个因果就是我过去无量世以来一直到现在我所作所为啊，我自己是不知道的，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因果是在哪个地方，因此呢你不必担心的、啊、你不必担心一定会怎么样，就是会怎么样。另外相信因缘，相信因缘呢自己要小心，自己要努力，自己要谨慎，自己要促成呢自己的生活环境啊更好，好的因缘，哎，好的因缘把它促成它，没有好的因缘，你要去想办法完成那个好的因缘，找得来好的因缘。像我这个节目，我要找一个好的人主持人，找这个陈小姐来，那就是就这个就促成这个好因缘的了。不要担心着我这个节目大概做起来以后一定很坏，我这个节目做出来以后大概没人看，我做出来那个节目的究竟谁来看？看了会人家骂我，不要这样子想啊。因缘是走路出成功的，另外呢自己的福报，自己的寿缘，就是寿命，在出生的时候大致上已经决定的，是，然后呢你再加以努力的时候呢可以有所改变，有所改善，所以这个信啊，用信来除疑，是用什么？相信因果，因果相信因缘，相信因缘。那也有人说你要相信，不论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都要相信这个事是对自己有利的，是好的。师父觉得这句话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呢？有，但是要如何的运用你面对的那一段事情，你没有好好的运用它，不善于运用它，那坏的就是坏的，就不会变成好的。嗯哼，如何的运用它，转变它，是，那你就变成好的。是，就像师父说，危机也许是一个转机，你相信它是一个转机，但是你还是要有智慧，努力去做，它才会真正成为转机。是，你等都没有用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里，那么也欢迎您在下一次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佛法的智慧。